大家好，我是刘佩。哦，又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刘佩。睡不太好，有点紧张啊，很久没打球了。我这啊，我们这一周都六点起床，我每天都睡不好。昨天睡得非常好，我都有去训练一下体能，然后投篮维持手感，就有多喝水，然后有休息，个人投篮练习，然后参加团练。今天呢，我还是会拼尽全力打赢比赛。我有看很多奥林匹克的篮球，做这些练习。今天算练习赛吧，其实跟很多球员也不是那么熟悉。今天主要是跟大家熟悉一点。今天蓝队一定要获胜。第一场对抗赛，磨合成功，蓝队加油！你最棒。我忘记喝能量饮料了。奇哥怎么在这里？小弟大家开始了，心情怎么样？当然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怎么怕受伤害呢？因为我是真的怕受伤，所以要像这样套上一层袖套。没有错，想要像我一样多一层保护吗？担心上网不够安全吗？那就使用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可以保护你的网络隐私，避免个人资料被交易，而且 Clean Web 还可以阻挡广告、网络钓鱼以及超过100万个恶意网站的威胁。一个账号还可以在无限个装置上使用，非常方便。如果常玩线上游戏的使用者也不用担心，深下 VPN 能够隐藏你的真实 IP， 减少 DDoS 的攻击风险，保护你的隐私。现在立刻点击连接，并且输入专属优惠码 YTBG， 就能够享用专属优惠以及四个月的免费。那我们感谢深下 VPN 的赞助啊！现在赶快回到比赛吧 ，Let's go。Ah!
有多也不会少，手盯人的注意一下，刚刚有一些会被他们往下跑空间，你看哪个你就看着看到底。好，然后如果他们打挡拆扣，就直接换掉，全部换掉没关系。好，那个如果风雨被打到篮下，平常就进去吧。好，对，啊不行就换掉，好，没关系，反正就他们罚，他们罚就不准，但不要受伤，不要让他们受伤，就保护一下，保护对手，保护自己。哎，控挡的头啊，来啊，路网队友 ，one two three go。好像盖叔，你也有撞到我，是不是？好像有，没事，我都没事。叫，牛可以把你讨回来。我觉得这个很差别待遇。Fred 被撞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我刚才这边撞飞了，根本没有人屌我。没有，这是人设问题啊。他感觉在演，殊不知真的。就是如果你大空档，你可以站在中区里面等，然后打的又不像那样吧。嗯。如果他们有手，你要站出来，然后你接到球，可以试着切，你切不是说一定要上来，你切完可以分出来，就是让他们防守才会缩小。哦，我懂你意思，不然我没有进攻威胁，他们就都去守其他人。他等于传过去，那传回来，那我们传这颗意义就没有了。主要在这边，师傅在这边，鹏哥你在这里。好，我要齐哥来跑，晕过来，他这里有空就给他，就跑，因为他们下面两个，没有就跑过去，啊，就传给齐坤。出来之后，看师傅这个篮下，没有的话，皮高上的时候打开了。好，所以我在两边底角，你就跑这个。好，队友来 ，one two three， 完美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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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好球，好球，维持哦，第四节可以，可以，哎，好，第四节重新开始，没问题，好，没有问题，怎么打？现在一样，我们要把气势维持，注意他们体力比我们好，一个闪神就有可能被追回来，就不要跳，我们就打他们过人就好，来哦，来哦，来哦，来，一二三，来，好累，六，我们要中路，我好累，教练，我可以。可以啊，往上压嘛，不要一直往上压。好，往来往去，丢过去就控制。对，我怕他们压不掉我，他们压不掉。好，下一期有下一期比赛，大家就往前走。好，慢速对，慢慢对，走。天宇来帮，走高点，走高点，朋友这边，交个交个，哎，立刻投一个三分，好，对，何必浪费战术？然后Real 这里，好，反向的，反向的也蛮好的吗？好，拍卡这里，是在对面的，在对面的哈，对，黑牛这里好，所以是相对位置哦 ，OK， 拍卡，这里挡过来，黑牛你跑什么？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OK。Real， 挡就等，挡的时候不要动。OK， 站好不要动。交哥你在这边，好，交哥你在这边，好，就直接挡交哥。好，给这个。好，好，直接给交哥。然后那个这个是谁？快讲。没有，你挡完，你要挡人。你挡完，篮筐跑。好，交哥，交哥，不管你拿到就投。好，一二三，呼叫。哇！
我觉得大家很不错的啦，他们都很厉害，我的队友真的很棒哦，我就是帮他们加油加油。命中率偏低，应该说我觉得整体命中率可能还好，今天我的角色比较是属于 playmaker， 就不是得分的，我觉得得分主力是在品浩身上，所以其实跟过往的我打法有点不太一样。以团队来说大家都表现得很好，就是比以往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大家的表现都更积极，然后状态都更好。我觉得奇哥其实打得很好，他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控球其实都很卖力，然后他到场上其实都有分配好他控球的工作。觉得 Fred 吧，他超级壮的，我根本撞不赢他。我觉得是王品浩，就是他有身高，然后三分拿了球丢出去就有了，然后又很准，然后又有身高，在篮下又可以硬吃，然后快攻又有意识观念这样。我觉得我们团队会有当机的时刻，以及我觉得我必须去增加自己的命中率，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拿到球都是大空档。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没有让彭真发挥到很好啦，是我觉得我要加强的地方。我应该就是要抓大概哦，每天两个小时去那个练习打篮球。对啊，我要恶补啊，我现在今天都在当那个拉拉腿、欸。你们要不要给我那个衣服拉拉腿的，我就要来。我觉得大家都还在磨合当中，但算第一次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表现算非常的好，而且我们把对手高中生弄到好几个抽筋，我觉得还蛮厉害。可能在默契方面嘛，因为大家都不常一起打球，但是我觉得防守的部分的沟通可能也要在，就是需要多讲话。我觉得有90分欸，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我现在对我们8月18现在信心满满。我跟你讲，8月18的观众不要后悔，今年绝对是历届以来最认真、强度最高的一场。早一点来，然后你们来这边呢，会看到很多帅哥，不是很帅哦。他们打篮球也是很厉害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看我们比赛的当中都可以享受到篮球带给我们的快乐，那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一起进场支持。8月18非常希望可以在现场看到你们啊，就是可以多多进场支持，因为他们都非常认真，他们会有很好的表现。8月18号见咯。